Previously on Shaolin Junior.我家人就慢慢偷偷的跑了。走，吃饭不要说话啊！来开始，琪琪。 It's a big day for Aike and Qiqi today. They've been here for a year, and their parents are finally picking them up for their one-month winter break. Now, 好了，现在好了，应该好一点了，是吧？拿了吗？拿了。手机充电器是吧？嗯，好嘞。走。这个能拿住吗？能。不要好好的。好。每天都要活动活动，练一练。我怕感觉这些书本都带着，起码你也复习复习，要好要练，这套拳要练就好好练，不练就不要练啊。那我们这走了啊，好，那师傅再见。行了，拜拜。辛苦你们了。拜拜。好好的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走吧。行，继续拜拜。拜拜，走了是吧？啊，行了，慢点啊。好嘞。啊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去少林寺，刚到那儿，飘着薄薄的小雪，一直搁那飘。我奶奶说：“哎呀，就搁这待五天，五天后我们就来接你。”这一待呢，就是一年。 你是想妈妈多少想奶奶多？这话问的，肯定都想啊。都想。来了。来了。抹布，抹布，抹布吧，想妈妈了吗？哎呀，奶奶破了，奶奶破了，去去嘞。赶紧，你也破了呀，破的也真快。冷吧？不冷。嘴巴上你又感冒了。
没事，好了。当时他爸决定送上少林寺的。商量的时候，一开始我是不愿意的，我觉得孩子确实还小。但是后来因为一系列的事情嘛，你比如说他奶奶就是对孩子特别溺爱，孩子五岁，其实说小是也不小了，正常的你像吃饭呀喝水呀这些自己完全都可以了，他奶奶都还得喂他。跟同龄人去对比的话，身体素质身体的体能相对来说比较弱，然后我就想着把他去送到少林寺锻炼锻炼身体。哎呀，到哪了？你看看，你看搞比搞多少？我得到哥哥鼻子这儿，鼻子这儿两年追上了，那两年你也长了。奶奶想着孩子都睡不着觉，哎呀，不行，哎，不发累还轻，一发累啊，哎。不会了，是不会了啊。然后我们俩也考虑过，就是一个人看孩子，然后培养他嘛，其实孩子重要。不行，他也有事忙，我也有事忙，不可能停下来。所以说他说不行就送走吧。今天说起来的嘛，吃少了。我在快手平台吧，粉丝是600万左右块的。以前是做娱乐主播的时候还轻松一些，但是后来慢慢的，我现在转型做电商了。你像后面这些品，全都是就是选的品，经常带的一些货。你看这行业，很好看，很洋气。而且这羽绒服它不分年龄，可轻了，你就小到17、18岁，乃至15、16岁，你只要身高在那，你就能穿。往大了，你看大姐今年过了年49了，你看穿了。49岁穿这个咖色还要多给力，多带劲。黑色比蓝色要显瘦，蓝色比黑色要洋气。对啊，推荐什么颜色？我推荐蓝色。推荐蓝色。我也推荐蓝色。早上起来一般情况下在8点开始直播，一般情况下会播到下午的3、4点左右，有些时候晚上回来还得做一下娱乐直播，聊聊天啊，那一谈一聊可能就得达到12点。像我们这个行业总体来说就是熬夜熬的比较多。是吧？是不是？你怎么坐下了？累。你看你这样，这就所以说你不运动的这个原因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你胳膊都不累吧？哥，你累吗？知道吧？来，十下，一、二、三。那你哥哥在前面，咱俩在后面，咱看他怎么弹的，咱跟着怎么一起弹，行不行？好，来，预备，走。快点，哥！好了，没了。我这弹腿是弹的大腿疼是吧？弹的腿上的肉是哆嗦。抬脚就是弹腿，它基础上，然后再拍脚。哦，就是不是这个？对，是这个吧？嗯，我记得你之前打过去。朦胧之中吧，也想让他去传承一下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小小的梦想、小小愿望。我小的时候，我那会儿刚上初中那会儿，我就跟我爸说：“我说爸，我说我去练武一下。”然后我爸当时回了我一句：“你去练六一。”然后我父亲是比较排斥我练功夫的，当时找学校是我去找的，我是用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提前去到那边，了解了那边大大小小的武校。我觉得如果学，那就学一点正儿八经的少林功夫，我就奔着河南就去了。来，预备，走。HUH!
带着我爸妈，带着他妈妈，就一起就到了河南去考察。第二遍去了之后，就直接把孩子就留下了，就没给我们再回来。因为要狠心把他抛下嘛，也没回头。上车，他开着车，我们就走了。然后在路上的时候，我跟我婆婆，然后我们就哭的就不行了。大哥，小胖，反正我吧，就是你刚开始还没大事，就是在路上的时候，回头你想一想，其实心里也挺难受的。我回到家感觉特别开心，在家就感觉变了一样，特别喜欢这里了。家里也有我弟弟陪我玩啊，然后呢还有软软的床。艾克，起床啊，快点。去水子木吗？水子木太远了，那边去洗脸。感觉脸上一堆垃圾一样，太难受了。没事，这就是孕妇的。你带。我在少林寺最想的就是我的奶。哎呀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艾克从小就是我带大的，他妈把他生出来之后，他就出去打工去了，爸妈都不在身边。第一次送艾克去少林寺的时候，当时他才六岁。当时我看到这个艾克在家不好好读书，孩子老是动，有多动症。因为我侄媳妇是河南那边的，她对这个少林寺里面呢很了解，她就给我推荐，给我介绍过去的。我当时是跟他说，把你送到少林寺去，之前是去玩的。师傅跟我说了，他说你走的时候不要让他知道，知道他就会舍不得的。他说最好等他玩得开心的时候，你再偷偷的走。所以我就这样子把他忍心的丢在那里，就偷偷的走。走到那个少林寺，出了那个门口。我都是流眼泪，我都舍不得走，不想走。结果去的话，他确实这方面的天赋。师傅都说了，他说艾克是个练武的材料。预备，开始。十个不行，再来。不死拉断节电线，给电动车充电。不在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处。好了。他不想跟你紧迫紧啊，练的咋样了？都想看看。我帮你把这个地方捏热乎了，快点。
我不是穿在这儿的。那哦，在这里，那我就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好，来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什么难的？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那你就休息吧，那你先。现在他叔叔在那边开了一个理发店，开了理发店之后呢，我也在那边有自己的一个小店子。我就把两个孙子都一起带到那边去学习。有一个烦恼，就是他的个子。一些字他会认，但是一旦要他写的话，写不到，不会写。这个文化课这么差的话，怎么办哦？我说这不行的，所以我想在家好好教他，教他我自己的文化也不是咋地，是吧？我都是有时想到就是整晚睡不着，真的。你把你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你把你这刚刚的这个正面还写一遍，写我说了一个字写两排，快写啊！我有点事，我马上回来的啊。奶奶，你做啥呀？我有点事，马上回来。我等你回来，我再写。那你坐着吧。我觉得练舞好一点，再说我又没有学习的天赋。小时候又没打好底，就想还是去学舞比较好点。我去少林寺挺健壮的呀，你看我多胖。这里晚上冒火，这个金箍棒子就转得很好，在这，然后这个台子的话转的也是，转的好像这个孙悟空飞起来的。我觉得搁家里面有好有坏，好就是可以出去玩吃好吃的，坏就是没有那么多小朋友陪我玩。我觉得少林寺那边的同学呀什么的都跟我有好感，然后呢我也能跟他玩得拢去。没接，人家不方便接呗。你要打电话回来了。打呢？哎呀，我正在下的呢。你快点吧，你赶紧做任务吧。他不想在这里交朋友，搁这交朋友感觉跟他们玩不过去。我的学习没他们好，但是我会武术，他们不会。身边的朋友啊，这个亲戚啊，同学啥的，一听说孩子去少林寺了，那是一个埋怨的，就是说为什么会把孩子送到那里去？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打打杀杀，你能学那功夫有啥用？有时候我还有一种觉得，是不是把他送去这个事儿是错了呀？就是那句话，谁的孩子谁不疼呀？我也没有觉得学功夫能有啥用，我就觉得他身体好，让他练得强壮点。我觉得人活着一辈子，身体是最重要的。就是他从少林寺待了这几年的变化其实是很大的。他这一整年，师傅说
几乎都根本都不感冒，压根也不吃药，早上起来已经养成了习惯，早起早睡，白天训练学习，所以我觉得我很欣慰。那我问你，就是你在那个少林寺那里啊，你是在那里你就是什么时候在那里是最开心的一次，就是最开心的时候？你们过来来看我呀。回家最想做的事就想陪陪家人，因为在少林寺我只能看到他们，是摸不到的。目标，他说我想当大明星，呵呵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也尊重他，我说你想当大明星的话你必须要好好努力，他说我会的，你放心吧，就对了。也是跟琪琪一块练舞，然后呢一块吃一块玩。我学武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明星，成为大明星，带我奶奶一块去其他国家玩，然后呢报答我的奶奶。但是怎么成为明星，我还没想好呢。